顺国泰民安，就是从心之福。也不过百货总管即将输好的金河玲珑不朽天规，沉醉在酒色当中。小宝，你在等我哦。冬梅，哎呦，祖母，玉帝有旨，爱你暴风发雷，落雨泡泽，你哪袂记哩啊？哎，为师所欲爱的是踮咧龙宫快快乐乐，无挂无碍。神明永驻长生路，不对轮回，万古传。七龙路，陪为师饮两杯啊！哎，是百年神酒呢，多谢师傅。仙界一日，凡间一年。金河玲珑饮酒作乐，共欢两日，疏忽接受，已经造成凡间百姓遭受苦寒之苦。师傅，咱哪能饮落去，恐惊出代志呢？小人都，啊，为师和你专权处理，赶紧去施法干好。是，师傅。雷波速带天君听令，有何贼变？速速降雨。是。金河玲珑的门徒小龙女因为酒醉一时糊涂，未讲明降雨之处，离不该降雨之处，却狂风暴雨，泛滥成灾。前一眼顺风耳是马祖的护法，奉命前来修复小龙女。小龙女，你知影你即摆咧创啥无？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出来天君，您听啊！搞怪的小龙女不服，伊认为相信三界中各接一方各有所需，千里眼与顺风耳无反来干涉，所以小龙女手中的宝剑毫不留情。现在，现在，小龙女，你有违天命，就处处拿，不准你搁乌白来。想要走一队。来给您报告。什么呐？师傅，代志莫啦，咱赶紧动命。小龙女，为师叫你去施法降雨，你是安怎来魂飞魄散中回来？到底是出什么代志？不是啦，师傅，师傅林白叫千里眼跟顺风耳提走啊。宝剑嘛，叫太上老君斩断去啊！哪会安尼？你到底出什么差错？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善恶那无报，乾坤必有输。是普济天妃妈祖。千好玲珑，你是师父大良心，竟然奉迎失职，触犯天条，害天下苍生受苦受难，你也不赶紧认罪？哼，这一切拢是我千好玲珑宫的代志，你来处刑苏梦罪，有违常理。小女，啊，当众给伊豁出去！千好玲珑，你这里无话无听，敢唔敢挂龙台直接吹？玉帝已经派天将要来抓恁两个，是恁自作自受，莫阁接来不过。师傅，咱人较少，我看恁是先落跑啦。我堂堂锦河玲珑，没哪会当为蛇得命。我是先来算了。这时，人间灾难不断，百姓生活困苦。
为着希望百姓拢会当安居乐业，朝廷派三皇子来祭天，保庇国泰民安。孙府大人，地官官商勾结，偷工减料，地主放花做大罪，失职的罪证拢在这，请大人一定要给治罪。吴文山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监工，竟然敢乱进来检举，假使若叫我查出你是劫私犯陷害官官，恐惊会有杀身之祸。卑职的检举，若是半句虚言，愿以死谢罪。甲这提落去，你就当作什么代志拢唔知影，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。这个娘是朝廷拨落来做赈灾的用途，敢讲已经叫巡捕大人亲上去，所以才要暗伏地官，两个人互相勾结贪污。无想要收，是嫌伤少。唔敢，卑职只是认为掠贪污、端正风气，这是目前上要紧的代志。检举！既然敢在本官的面头前说教，我即马就撤你的职，诬告来治你的罪。问心无愧，撤职我嘛唔惊。搁再讲，我即马手内有掌握证据，所以我才敢来指控。我唔惊被人诬告。啊，阁有证据？你是另有其心？唔敢，卑职只是为着天道公理，以表忠诚，唔是为着个人。出去。小小的监工，竟然敢讲话来威胁我，真正是想要找死。大人，拄只迄个监工吴文山，条计划，你来赶紧处理，不得用哦。是。想袂到巡抚大人竟然甲地官暗中勾结，官官相护，官场黑暗啊！吴文山，你是暴花毒工，进前帮花死啊侪人，佮引起瘟疫，你是毋是爱赔命？错不在我，是非天理，主意公断。佮辩解，你欠骂你啊！你想要从啥？你莫有病来哦！大胆！你两个是戆法啦，怕死人是要赔命呢。文山爷，好佳哉，我看过来，也着无啊！你无死嘛要半条命啦！都无啥。文山爷，你老实讲，你伫巡抚大人面头前讲你用外国证据，啊，你是藏伫喺倒位？伊还佫唔讲呢？听讲。你那边受批判之痛啊！你甲巡抚大人拢背为奸，我死嘛袂甲恁讲。
千里眼个孙红英总算是叫袂着我。哼，我即马来到凡间，我都唔相信迄两个阿公有哈多找着我。莫怪阁罗先生拢讲凡间足好耍诶，真正无唔对呢。花花世界，可是比天顶哦，搁较趣味啊。哎，哇，想袂到凡间毛高手呢，我都飞天。足厉害呢！好，有机会我嘛要把我的武功展出来，跟你比关格。就好啦，咱以后生活是要安怎？阿娘，你别烦恼，无论安怎，我拢会坚强，把这个家还好，把天宝好啊，才有大汉。天宝嘞啊，你伫倒位啊？阿妈，我伫遮阿元嫂，稍等下，要先换掉。咱天宝说真可怜，说细汉都无阿爹。我来唔嘛讲，文山在天之灵，会当保庇这个囡仔。顶摆找过，这摆一定甲找到着，袂使回头出去。高枪！妈，我怎么知啊？太平，我阿仔过过生日啊！出来大大细细心情都要被冰清，我阿娘，伊够有悔啊！伊袂堪要你安尼个刺激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麻烦恁轻声举个拳，莫别话我好不好？玉凤啊，玉凤啊，玉凤！阿娘，阿娘！玉凤啊，阿娘！你啥物人啊？阿娘，是我找来恁，但恁家已经遮不幸啊，恁可要招啥物啦？代理，拢超过啊，用过找无，是给人看无。老实讲，好提刚刚洪文山坐手的时阵，心想从啥物，啥物交代伊啊？啥物？无，我唔知影有啥物啥物。洪文山有写啥物款检举的密函无？警告，为啥物？我真是唔知影有啥物密函，我唔知影。你搁定心。阿总，玉凤，我也好难叫。
我们三绝对不会忘恩负义，不管命不公，卡孙也欠忏悔，我会造请玉帝，请团聚四里面事。好在天威，赵总讲你会当受伤再救别人，如今我自己罪个尽头，若是会当得过死罪，我若难得挂龙台挨刀自苦，你要夺我，已经太慢了。 翁婿，我真是唔知啊！警告，你翁婿翁文山被死之前有交代你啥物无？我真是唔知啊！我唔知啊！我个心中问你一下，你翁婿是毋是交啥物证据互你？藏起倒去！我真是唔知啊！要予你一条生路，你竟然唔知好歹？甲等落去！是。 请凡间弘道济世，将功赎罪。陈帝干顺从你两好法甲凡间，掠情好灵王定期护法，并在凡间弘道济世，将功赎罪。陈帝干顺从你，一定尽力合作。情好灵王已经受重伤，法力大顺，相信真紧就会当甲掠去。愿本王放假，清平万世福，玉帝有旨意。伫世间千万唔通令伊死等法术，惊扰百姓，个转轮回，会遭天规天改。伫个凡间济世，是爱一定护人，以慈悲度化众生。望天恩眷顾，必定尽心尽力。
我出来发现这么大的变故，阿婆一人去台北，刚才有你，真是为难你啊！阿妈，我好多借口，你别烦恼我。阿妈，来家，小。 你看到这么不待见，这么友好一家孙，阿妈就安慰。阿妈，紧食了。小，小，快点。天宝，你来我家。阿妈，拄只喊的时阵，我已经食过了。真实的。是真的啦，我才刚就饱的。阿妈，你紧食了。 走，我不是来乱的，我每天我也是弯的，我拜托你了，大人。叫你走你就走了，别他妈惹麻烦了，走。 这么药店，气闹到，安尼都不好啊！原来是安尼哦，小姐，顶头写是啥物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讲，若是针来去病人无感觉，那安尼都要重新变换这针的位置，甲伊亲切啊。嗯，阿春，你再来。我。是啊，再来。 就剩在跟你家，紧的啊！小姐，唔通了，我会惊。我唔是真正要占落去，敢那是人生命，那有啥物好惊的啊？ 你叫什么名？你是安那要跪伫个遮？我叫王天宝，阿爹过世，阿娘喊我你个。天宝，你看起来这么晚去，你是毋是还袂食物件？阿伯，你赶紧去我的房间，拍迄碗燕窝，先生摕几块饼过来。是。天宝，你刚才你那名是安怎喊我一个？ 我唔知哦，我敢知影，我娘是真疼，上厝边上疼话，是绝对袂害人啊。小姐，物件摕来啊。天宝，你趁少紧食，食了唔少有元气有精神，要若无去赶着是破病啊。来，豆豆仔。
谢你。天宝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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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妈，阿妈！天宝，你认得啦？阿妈！天宝啊！阿你父母这么大，你还要走出来？我真是在变所在啦！心乱，那点东西嘛，免死个不明不明。这官府那个心乱咯，无钱是行无路啦。来，干妈出来。阿妈，我准备叫阿娘啦。你干妈在哪个？东乡这点子，没事。我死得都爱你命啦！你叫你哪里啊？你我想办法，你阿妈这个伊，你阿妈会我。妈祖看千里眼甲顺风耳来到凡间，对照金河灵王的下落。煞看到灾后百姓困苦，遍听地心。妈祖秉持佛国佑民的慈悲心，四界采药，解救重生，脱离苦海。天父娘娘，哎，娘娘交代，咱伫凡间袂当叫娘娘，爱叫公主，对无？娘娘，我来家己嘛咧叫啊。哦，公主啊，咱来凡间是要掠金河灵王甲小龙女的，无代无志，你叫阮两个搬煞过了，哪来这般草药啊？你敢无听人讲一进二万三休，代志总是有轻重缓急的分别。即马天下的百姓受着天灾人祸之苦，咱本来就应该先行医救人。听到无？较认真个啦。对，哪拢无像你个性讲出来的话。公主妈，我跟你讲，出来你搁饮酒。阿爸，千里啊！公主啊！公主啊！爸！公主啊！千里唔在家的，上面有草，鬼人跟你起笑呢。公主，你看千里奶奶变安尼了，喂喂，我快给做严重安尼，公主啊！三月阴沉，此地风湿寒热邪气，甚至是烈电唔当，所以这所有代志，你一定要记好清楚。也佫有四五月的阴沉，都要下去做查修。公主，你讲了有够对的呢，也唔可能听拢无，什么意思啊？有真侪药草，因为四季甲天气的分别，有当时伊就会当救人，有当时伊会害死人，所以啊，药草免乌白吃，知无？无啦，公主，我是讲药草啊。公主，你既然来试，不如咱三个做伙来试，啊，等下试出代志，多谢公主救我性命，多谢。你哦，乌白来啦，哦，你若搁安尼哦，你加较细只嘞。千万唔通破坏我计划哦！你有啥计划啊？算啦，算！哎，咱对着天威娘娘边啊，就是希望早一天，修炼到日月无影，入进植物界大罗先生境界啊！大罗先生境界，还过来嘞？无啊，阿你是不是真无聊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那是皇帝叫咱大帝兵连，要来这做些救人，敢讲你也袂记啊？哦，做想要个袂记，卖阁甲我提这哦，卖阁讲啊！你看怎算的？来遐算，来遐算，来遐算，来遐算！哇，我袂快呢。
死啊！莫个细细粒啦，我耳孔嘛足疼的。哇！所以你后摆等我，知无？是你。哎，行啦，对来。哎，等我啦。公主啊，公主啊！你是我的命哟！大爷老命放我走，莫要剁我手啊！哥哥，不掉啦！当安尼啦，当安尼啦，当安尼啦。你钱包是安怎？啊！你真正苦，你给我讲。你两下手要痛啊啦！头家，贫寒起盗心，虽然伊偷食你的包啊是唔对，也毋过嘛无需要严重甲剁伊的手着。我责任，啊你唔敢认罪，无你来代替伊还毒啊！你，积德积善，福有所归，恶行恶念，得了人处，且了人。假使讲你若真是无放伊煞，我替伊甲这个囡娘应该会用的，吼。袂使啊，这种歹人一定要冻啊，这个冻门啦，冻掉啦，冻掉啦。我今仔吼，这手吼一定要甲冻坏啦。啊！那奇怪，冻来冻去拢冻着我的手啊！我都不相信，来，等下你来。这声哦，你走袂去啊吼！一杀！哎呦，怪兽，怪兽叠加！来，把那个是走袂掉。头家啊，唔对呢，我看你变黑在你目睭。一定有下次，一定是伊啊！有下次不？有下次啊！一定你放放水，这个两个。两个。就吓得我真够奇怪。出去！哎，你们听我。公主啊，这小可代志啊，请你来处理就好啊，我伫边啊休困。哎，我知啦。公主哦，叫你袂带乌白来啦，知无？放心啦，我袂乌白来啦。真没用我说，我冇得对付你。你先冲啊！快点，陈丽啊！啊，你真正拢无白来哦！啊，你用拍干呢？啊，你我都把你教袂乖个，我出教袂，我哪有可能教袂来？公主啊，你有看到吼？陈立强拍干呢，伊是去救人呢，这人无救啦，对因自卑是对咱家己残忍哦。啊，伊安尼，啊，公主啊，这人哦，人心浮动哦，为着三长三短拢做会出来，还家己自相自卑啦，莫插伊呀，莫插伊呀。等下来个还干，恁两个就这尼啊失职，安尼敢会违背天命？平心该用人天还，建成灵团地府丁。既然咱已经发愿要来弘道济世，都爱忍辱、耐烦、有份，爱有爱心、有快乐的心，再来用慈悲心唤醒因的良知，千万唔通对因放弃希望。毕竟人性本善。多谢爷，好，大家请，来阿舅位来，请请请请。可惜了，你爱哪？
是。三峰处出巡，你唔知相片，你是只大胆。歹势，我咧看病人，相片未付，请三峰处原谅。来呢，你就磕头谢罪。红颜酒，孤芳笑无停，孤单叹。三峰处出巡，你唔知相片，你是只大胆。歹势，我咧看病人，相片未付，请三峰处原谅。来呢，你就磕头谢罪。嘿，阿弟哦。能体谅别人一分，能忍让别人一分，就会当得到十分的福。万项代志，唔通强人所难。你是什么身份？凭什么跟我讲道理？我不是在讲道理，我是要爱你知影，权势甲地位不是上重要，上重要是人甲人之间的关系。放肆！你这个切卡线，竟然敢跟我假戏！来啊，走！给隆重挂照。等下，贵为三皇子。更加应该体谅百姓的善食，较辛苦白甜才对。对啊，啊你若甲全部甲赶走，无就予伊滴，咱个是批评恁无仁无义，恁知无？就是讲啊，你安尼哦，甲地下来恶魔有啥物无共款？哼，竟然甲讲我是恶魔，你是无爱命？哎，听我说。爱有慈悲心，救福受惠。假使讲那是心生恶念，种种魔性，安尼甲伫地界有啥物无共款？这位公主这世救人，贴心灵活，实在真难得。真是嘞，是阮念唔对，请你继续行医。心灭恶念，种种魔病。三皇子，你无惧恶之心，相信百姓一定会感受到你的温暖甲关爱。多谢三皇子体谅。该杀人，还该杀人。查尼公平，保行人气，以达尽命。师父，交了。三皇子在外口，想要求见。生死安危，无不一定，一切拢在我意料之中。师父果然是一个真人，了事如神。庙通恭迎三皇子，祝三皇子风福齐天。请问真人，谁那这师傅要藏在外面拍？回三皇子，进前者遭遇水患，所有师傅拢压倒去。今日是良辰吉日，所有师傅拍点的者，清风微微吹过，会为师傅带来玄妙神奇。人接受这种风，会当消灾解厄、增长智慧。这也是五庙通迎接三皇子的礼仪。一年所讲的确实是事实。我徛伫遮，突然间感觉规个人拢精神起来，非常的清爽。真人信义，感激感激。啊，不敢不敢。敢问三皇子，今日来遮是毋是有需要五庙通解惑之处？哦，久闻今人精通机门遁甲之法术，是毋是会当帮开遮眼界？恭敬不如救命。仙狐，
变作彩蝶，确实厉害。请三皇子，你来宫中泡茶。三皇子，这就是阮师父的传承术。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三皇子，请。我这摆出宫是有重要的任务在身，禀丹神修成果，希望真灵会当相助。妙通强听，请三皇子入。除了要巡视地方的赈灾情形以外，最重要的是要紧结良辰吉日，前往东岳泰山祭天，为天下重新祈福，消灾解厄，祈保五条江山永固。时到祭天大典，乖请神灵以神道之法来主持。白瓜凌晨向恶事，天哥不负神仙人。三皇子有此神念，是为百姓之福。五秒通义不容辞，不敢有半点的怠慢。今年在此修道，吸收灵气多年，神通广大。不知对祭天大典，敢有甚物建议？三皇子，泰山的山神已经被册封为东岳大帝，若是要登泰山行祭天圣殿，必须斋戒七七四十九天。啊！若这七七四十九天内，必有凶险之事发生。期待三皇子一切谨慎，平生平心，逢灵化险为宜。是毋是会当请真灵明示，到底日后有甚物凶险之事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三皇子，我妙通敢会当对你讲，三皇子必须用心了凡业障，功成了后。超越凡人，愿你今生正果。只要一切功成圆满，日后一定册封你为国师。请三皇子殿下允许。阿爹。啊，文人。阿爹，查某囝想要问你讲。灯上一点珠，民间千点火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文人啊，文人啊，珠是指官府在执法的时阵所写的法律文字，意思就是讲，灯上若被点珠一回，就有关当下百姓的生死。文人啊，你是一个巧巧人，应该知影这其中的意思。来，抄来问阿爹嘞。阿爹，这句话是昨暝伫大门外口，早起听到一个目睭无开阿婆所讲的。阿爹，早起真正希望你能讲白心话，千万都唔通冤枉着善良老百姓啊。啊，你无代无钱，哪会走去大门口听到迄句话？昨暝风雨遐尼大。竟然有一个囡仔跪伫外口，可是要替伊阿娘伸冤。后来，迄个目睭无看的阿婆就将伊的孙带走啊。阿爹，敢讲真正有冤家这件代志？文人，你自细汉受礼教，敢知影官场一世万古，大业春秋，九转丹心这三句话。我当然嘛知影，官府有世嘛一职，升迁千万，有人一世就是一二十年才会升官。想要做大官立大业，都要参详道家炼丹，需要经过几落摆的修炼、甲考验才会用得啊。无唔对，阿爹会当受到朝廷的重用，出任巡抚，位高权重，这是我娘无简单的代志。阿爹当然嘛会顶上，你也知影，阿爹仕途顺遂，拢是因为阿爹平常时做任何代志，拢明察秋毫，恭敬无私。
安怎？你唔相信阿爹？唔是唔相信，只是我感觉迄个囡仔实在足可怜的。在乎世界拢是可怜的啦，阿爹为着进财已经是尽心尽力了。文兰，卖阁阿爹分心好无？我知影。奇怪，我若看到冤案，阿爹都会将话讲到后面去。敢讲这其中真正有温情？就是通奸害父的黄家新妇李玉芳吼！老大，不朽糊涂，你死好啦，你死好，该跑死，该跑死！你想这个白鸡小杂毛，死好啦你，死好啦！死，好你死，好你死！不让休养嘞！你跑死！大力，甭来啊！在坑嘞！李玉芳，你无去予水淹死，佮无去予拍死，算讲你命不该绝。金姐啊，这款所在本来就是安尼，伸手伸赢，想要滑倒去都要靠用的。警告：黄文山的证据到底藏在倒位？我唔知啊，我真是唔知啊。李玉芳，你唔通再遐尼倔强，你要想清楚。你有大家，还佫有一个后生，敢讲你无想要赶紧回去团圆啊？你敢真是会害我一个性命？你敢真是会放我回去？迄都爱看你啊！你若老老实实讲出来，我会好好给你吃一顿，然后真紧甲你送回去，安怎？不过，我真是不知道，我真是不知道你所讲的证据到底是啥物。我头大爷，我已经叫你反悔去做了，今嘛是要安怎？这都要看伊的做法。红颜想孤芳，寂寞痛，孤单痛。禀报大人，上下去过黄家，前后超过两遍，同款超袂到大人你所要爱的物件。黄家这个新妇，伊应该知影内情。杨雄，甲闭口去。大人，这个查某个性真倔强，到即摆伊还是完全讲伊唔知影证据伫咧倒位，就算讲甲拍死，伊同款嘛唔知影。大人，黄文山身受重伤，已经跌落海，必须认为伊必死无疑，请大人你免烦恼遐济。阿娘爸爸嘛有胖，我也是袂放心。万不利命大，走回去因家，把证据交给其他的人，安尼代志就严重。大明，你是我的心腹，嘛是本官下来三十二州县的捕头统领，你应该知影，我相信你。多谢大人你的疼痛，
老爷，夫人，恁两个是咧讲啥？讲到这尔神秘？大人为着公司底烦恼，灾难过了后啊，四月拢是土匪甲贼偷。大人交代属下，爱甲地方的治安做好。哦，陈明啊，安尼就辛苦你啊。应该。老爷，三皇子已经伫要到啊，你是不是爱准备去接驾？对，操烦这么多代志，险啊袂记你这么要紧的进事。头家，拜托你了，太拜托你了。狗日的，你调侃要乱呢？你陪你上是无啊？哎，死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过我赔偿，我无钱啊。阿哥，我先做工多少？好啦，变袂用的啦。无你讲啊，向我讲，我早来找到什么代志啊？你阿爹爸跟我讲过，你是好人，拜托你帮我写告状，我要替阮奶奶伸冤啊！哦，出差来到家，每一工来酒山采药，替人治病，哪拢做一寡奴才做的代志啊？啊，夹住啊！我谢谢。妞妞，我是讲哦，我无要紧啦，我是惊你忝啦。是啊，妞妞啊。啊！咱洪姐吼要掠郑和龙甲小龙女，我知影你想要洪姓都做势啦。不过玉帝圣旨嘛不可违啊。恁两个可能还阁唔知影，三皇子就是真了。伊要登堂甲泰山祭天的时阵，泰山之风有天地精华，有阴阳的根本，阳阳好阴，木叶金睛两气交合的时阵，就是雷霆万钧之势。这甲咱要掠郑和龙、王小龙女有啥物关系啊？祭天的时阵，拄好是天地肃清，通亮万物。你敢袂记？郑和龙王化作乌龙逃走的时阵，伊已经受伤啊！伊必须吸出这雷霆万钧之势，才有法度恢复伊的元神功力。就是讲哦，郑和龙更惨一只，等咱们只待机行动就对啊。小姐。公主，你安尼做，敢有妥当哈？我靠，遐尼济善食人物饭通食，若是恁变做淡薄代志，这嘛是应该啊。你还佫加讲哦，我要生气哦。公主，你有安怎无？你弄到人佫做你做，你倒来。喂！嘿！话好清楚，当今三皇子出巡，你是无甚物话？就算三皇子嘛是同款，同弄着，同款是爱回事的。可是你若认为我无办着三皇子，那恁要安怎处理？都是在你。公主，减讲几句啦，性命较要紧。性命虽然要紧，也毋过嘛袂无讲事规啊！你敢知影，土家这个米能救偌济人无？身为一个三皇子，就算讲无法度超凡入圣，也毋过上无嘛要有仁慈爱民的心。你讲对无？这位公主讲了真有道理。大家紧斗三工，把土家的米捡起来。是。有爱记得叫三顿食。啊，较食休困，吼！这里有，快到行吼！哎，这位，来。去洗头澡吧，公主。哎，哎，这位，去行吼。哎，你去。小龙女的，唔通轻举妄动。公主，我有听人讲，你伫只行医救济，拄好我有学淡薄医术，我是伫想讲，是不是应该你斗相共？哎，若要讲到医术吼，你是比袂我公主的，你也有啥物斗相共？
来呀，听查出来呀。嘿，你哪也对阮小姐后背来？小姐，这位小姐，啊，你是查甫的，咱要叫做查甫的啦。恁是有啥物企图啊？敢毋是来乱的吼？你莫后背讲哦。阮小姐是孙府大人的千金。千金小姐，莫怪水，气质袂歹，毋知几岁啊？啊，你嫁未？我姓刘，名本人。我的阿爹认识孙府，这个所在进前犯水灾，有真侪老百姓拢得着传染病。我的阿爹伊爱民如子，我这个做查某囝，闽南可能常常徛伫边仔看，无意思救人。唔难替老百姓减轻痛苦，而且嘛是替家己积功德啊！文莲姑娘，难得你这么有心，我替天阿重生，给你碎多谢。陈立顺吼，恁这人也无礼貌，唔赶紧让回去嘞！歹势，歹势。在此恭迎三皇子，有太办之处，请三皇子下罪。你就是孙府老鹰台，小可正是。那你朝廷所拨来的进财官银，你是不是全部拢收着？启禀三皇子，所有银两拢已经收着，也拢用伫个进财顶头，细节伫个校报顶头拢写得真清楚。过来。是。这些物件，启禀三皇子，这个囡仔明明是来扰乱的，三皇子无需要参与。我无来乱啊，我就是要替我娘子乱啊。好，我问你，你阿娘是犯什么罪？为何会喊阮离间？这其中的冤情到底是安怎？我无认真清楚，我家知啊，我阿娘是被人陷害的。伊是我好的。你醒起来，莫紧张，慢慢讲。是，多谢三皇子。启禀三皇子，这个囡仔。小小的年纪，竟然让你受这么大的痛苦，真正不简单。你叫啥名？我叫王天宝。天宝，你唔免惊，甲你阿娘安怎向喊牌，安怎喊阮离家，讲清楚。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，我个人知影，我阿娘绝对袂做出离婚歹代志。我阿娘出事来就告我。做人爱清白，爱光明正大，伊绝对袂害人啊！天宝，我毋是问这個，你只要甲你阿娘冤情讲互清楚就会用。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，才
写了多少甘愿写稿子，只要搁打去啊！连你家己都唔知影，我要安怎替你阿娘伸冤？启禀三公子，天灾水患了后，真侪百姓怨天尤人，因的心态真可疑。小阿认为，这个囡仔应该是无正常，才会走来这了乱。三公子，唔免阁为着这个代志操烦。天波，你先甲素贞写好，再来找我。传召。是是。三公主，请。三公主，这是进宅的校簿，每一笔支出都有详细记载，请明心干好。真好，老大人尽心尽力救灾，日后我一定上早信上，甲你加勉。多谢三公主恩典。但不过有一句古话讲：有风狂起浪。五条最自白，三王主已有所知，请明示。拄才伫咧桥顶，有一个囡仔走出来寻阮，到底是为着什么代志？你老实甲我讲。启禀三王主，这是一桩无守妇道、通奸害死红婿案件。那呢？你拄才是安怎甲我讲，迄个囡仔无正常，是超过伊走出来闹事的？三王主敏感，请听属下解释。犯人李玉芳是迄个囡仔的老母，伊所犯的罪行已经是罪证确凿，所以唔免阁费心加查伊。迄个囡仔，迄时阵遐尔啊虔诚，会当忍受遮尔大的痛苦，感觉这其中有温情。红颜愁，孤芳寂寞痛，孤单痛。多谢多谢多谢哈，多谢多谢多谢你哦，多谢多谢啊，多谢多谢多谢啊，多谢。哎，你醒了，走，给，那擦掉。休息一点哈，待会儿啊。好好。陈丽，给你倒一杯水来。你看那受伤，顺好，给你准备药啊。水来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你叫什么名？王占宝。接妈来，跟他讲哈，家，我未要，我不肯回去啊。哎，陈宝，你拄仔就是受腰，唔只会软脚，啊，你即马脚搁受伤，好好食食，再搁倒回去，哈。奶奶，不是啊，我妈一个人在厝诶，你也敢无食物件？我要把这个提回去给他吃。原来厝内面还有阿妈，你真友好。安尼我搁提一个包给你就好了嘛。陈丽，唔免啦，我奶奶讲袂使贪，这还佫有足多人无物件吃，分食就好啊。我甲阿妈食这个包就好啊。文爷，夫人，今仔日三皇子驾到，是厝内的大代志。你竟然无伫咧厝内以礼相待，还佫女扮男装出去佚佗，
那是去让恁阿爹知影，连我嘛会去让伊骂惨无。真知，是啊，夫人，小姐还阁斗三共煮饭哦，连我嘛无应该咁要忝死。唔免你插嘴啦，落去。文燕啊，真知的代志，予恁阿爹来处理就好，你唔免烦恼这。阿娘，我亲身去真知，甲官爹你看好人物，这是完全无共的啊。有啥物无共的啊？我去遐想一种欢喜心。我感觉会用亲身照顾需要照顾的人，这安尼是一种福分啊。无唔对，有欢喜心，有顺心，照顾。公主，今日轮到你，你就请问你的事。老弟是说的，叫三柱。三柱，原来你甲我的查某囝分量见过面啊。一是林千金，有较好无？药已经给你转好啊，你紧啉啉的，还阁少年，真紧就会好哈。啊，谢谢。主啊，已经无早，你嘛好通休困啊，吼？我袂忝。过来，我哎呦，公主吼是咧替因祈福甲解厄，参与这苦难的百姓，真正爱有人哦，替因关怀，互因帮助，安尼人生才有希望啊。公主，我讲得对吧？对。哦。阿伯，身体病痛并无可怕。上过可怕的就是你的信念。你若一直感觉讲家己袂好，安尼你会愈来愈艰苦哦，哈？对啦，阿伯，我头段哦听到你在哀，你是安怎哀？你是安尼？哎呦喂呀！啊，你欢喜的时阵，你嘛是安尼？哎呦喂呀！哎，啊，两种听起来，倒一种较快乐啊？当然嘛是，哎呦喂呀！对啊，你看你笑啊，你笑啊！对啦，所以讲哦，咱来辛苦白条时阵啊，咱的心来转念。比如讲啊，你当有，你啊看一挂提灯提醒啊，吼，迄提醒咧熄咧熄咧熄咧，你就感觉袂听，有无？有无？安尼就对啊啦。有啊。来。妈祖，你来凡间修圣道要听我，那这样也简单。到最后，遭受的灾厄绝对是你。原来你是仙界灵王，无对，仙界无我用心之地，为地下凡间千魔千地，千魔千地，师傅，你不是讲在修道炼丹，是为了要救人做功德？但我法门之终极，是要达到无极之界。渺渺无为，混太易；如如不动，何愁？师父，三昧灵会火出，大功告成啊！灵光贴太虚，道体配流心。
这是摩尼流珠，是我整合灵王的元神之珠。当初我被妈祖拍着伤，龙珠因你受损，如今我因八卦炉锻炼修补，我的功力我那恢复未尽。这要成真有关系，只用三公火体，这么妈祖法力不变，我那无摘掉认出我真正的身份。以后三皇主泰山这一天，我夺天地之华，我千道玄妙，到时阵我就是魔幻大帝，唯我独尊。恁家地主跟随我修道悟道，到时阵我来当修得无量寿心正果。多谢师父，多谢师父。三心笼罩千江万，真性情含万里天。我看应该是出大事哦。娘娘，我来去调查一下。只要药啊，那是不好。我要阿伯起来好，那有什么要紧？阿哥，哇！吉林这里厉害了，吉林这里厉害了，吉林这里厉害了。是多利驾行，驾行天空，主人法力不变。有求必应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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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唔通叫伊骗去啊！
较好啊，差不多啊。既然有较好啊，过一个药啊，免这大难。但是个啥？当在帮我无？好啊，真。恁两个有影小欠债，连某一个油也都冤家。啊，妞妞啊，好看吼，咱莫这么憨啊啦，做啥物济济救人的代志？恁三个哦，根本叫有台济啊。就是讲啊，咱普通时对因遐尼好，送物件给因吃，搁替因医治，讲避免就避免啦，哦，够过分的啦。遐百姓为着保性命，一心想要救灵丹。所以，唔只会去用购物，去用骗去，迄嘛是足无奈的。颠倒是恁两个，有咧收的啦。人甲咱骂，甲咱拍，咱免有怨恨的心，爱有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，好看，咱是好心去有累金。陈立干顺风呢，卡苏咱来当吞忍落来，这就会当显示讲咱要做事宽恁的爱心。所以，咱来把所有重伤甲欺负，拢吞忍咧腹肚内，甲抹药啊，当作咱咧啉甘露同款。啉甘露，啊，阮两个人是去用拍到干那干落咧。我惊我做袂到。尽心就好啊。哎，楚妞妞啊，看迄个妙通精灵用幻术咧对付你，你也无心中法术啦，想来破解。我用一粒无理地性，对方有幻术，伊有限、有尽、有变、有量，离我无离。我是无限、无尽、无量、无变、无去，伊无对有，伊不变应万变。安尼，妞妞的意思就是讲，以后我甲顺风的嘛袂当施展法术，伊不变应万变咯。无唔对。免去轻易施展法术，也若无，一个变拖汤，一个变臭鱼人。妞妞，我看你妖气。妞妞，我听到动静啊。小龙入来呀！来个你啊！贵宝地啊！若无买，就受苦受啊！海玲王铁乌云公山，叫来刀手不入，勇敢牛嘞，敢那牛嘞！三千年前的宝物流传到今仔日，天顶神仙十八罗汉，拢是靠这边啊！来，哼，乌白讲。嘿，那我先生爱食什么药啊？你玲珑呢？拜托呀，我含伊遐尼啊熟，我着从来毋捌看过伊食啥物运功散。你是要来挑战的是无？安怎？明明就是。啥物叫挑战啊？你搁电视哦？比看卖啊！卡苏你也敢起来顶头讲大赛比武？阮若比输，故乡大家下雪，从今以后退出江湖。阮若比赢，伊则全部药你拢爱买转去，敢无？像加像，来啊！
人拢走去倒呀？嗯？切，闹啥啦？阮才想要问你走倒去啦。哦，你真够走呢。会惊呢？我跟你讲啦，会惊就紧撒手一包，跟阮等下天庭受审。呀，那无吼。我是烦恼，恁两个人的死我会收头。你甲看啦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安尼生做水水，啊，伊的嘴吼，敢那臭狗仔嘴。宝贝查某囝，你总算是来啊！我阿准来讲，今仔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袂紧来呢？那不是我硬拖来，伊根本就无想要来嘞。规工就干那知影爬爬走，我真正唔知影，救遐个灾民，敢讲比你的终身大事较重要？阿娘，恁哥要听我，这么澎湃，是迄个三公主？正是。今嘛是皇子，将来伊若是登基，我不。你讲这什么话？伊今嘛是天下间上界有价值的新娘快婿。爹，将来我若嫁入去香港，可是。三皇子家。恭迎三皇子。好大礼，免礼。三皇子。咱不是讲只是食食便饭，而且大家穿的嘛是便装，赶着的规矩就免啦。小可准备，三皇叔，盐水已经准备好啊，请。不能参见三皇叔。免礼，三皇叔，请。是不是哈？啊，不过咱即马上重要任务就是抓小龙女，对不？迄个妖女啊，乖啦！来，等你啊，等你啊！你这死亡女是咩？最一摆你受伤的时阵，巴肚痛，我是带你去看妞妞，紧的啦，是带我去看妞妞。你有够鲁的呢，好啦，行啦。为了要表示小阿弟三皇子会当出巡民间财政的任务。啊，佮配合乾隆帮啊，这天上下专工准备着一些非常珍贵的素材定绣。三皇子，请看，石花万金，
自古有后，啊，搁上面雕刻，尤其是这个上面，全天下间一年只不过会当采三两外尔。受灾就受灾，敢有需要这个？小下所问，小下提查。在家的目的，唔那是尽孝尽心，上重要的是爱尽心。开这么多钱，摆这么大的场面来吃素斋，老大人，敢讲你爱我带着珍贵的心，真讲当到泰山这一天，我上苍认为我这三皇子，唔知影欠俭，唔知影欠虚心。这个三皇子看起来一点都袂强哦，而且即马民间灾害不断，百姓生活困苦，有个人甚至连一嘴白米都食袂着。咱辛苦关切百姓安危的重责大任，这么浪费，这么嫌弃，以心何必？困，咱困难心。小下受训，小下提顺，请三皇子下罪，即时改正，即时改正。大人啊，阿爹啊，我早起来做。请进，请进。一般的素材，真紧就会退换，多添加无必要的物件，请三皇子下罪。你快讲，哪一种拍算嘞？土制，哪会土制？我顶多感觉一般的青菜、豆腐，但是食会饱就好，无需要食这么珍贵的食材。遐尼珍贵的食材不用表，我跟你讲，你有什么怪唔对啊？那，你即摆想看卖哦？伊所以珍贵，是因为已经少人食。那愈少人食，伊就愈稀罕，愈稀罕，这个结果，哼哼，就是绝症啊。敢有这款的道理？当然嘛有。那，这天生万物主人与一生凡的道理，
你看，这，嗯，你若吃下去，伊就搁生出来，而且哦是一代比一代愈生愈好。假如讲你若歹食，伊自然就会死去，生命就愈来愈衰哦，到最后赶快绝种。咁是安尼？是啊。那，太神啊！你看，这个物件哦，拢是素的植物，唔是晒身的草的，好晒好回收起来啦。吃吃吃吃。也唔过，即卖民间有这么多灾民，咱搁这么浪费，这么享受，会用得哦？你若无要吃吼，嗯，这珍贵的物件哦，都销不出去啊。那时消费出来，就无人要买；那无人要买，就占尽着当作机会，还想我存钱。我再讲吼，继续安尼落去，那遐都无钱了，变势，以后唔得无迄个赚钱，佫是个机会啊！来，吃。人生经讲的嘛不是无道理啦，吃。要讲哦，后摆后摆买啊啦，吃遐珍贵，无适合，无适合。对对对，以后阮就准备一挂一般的素菜给你，来，请用，请用。文人到底是安怎？来跟我换一个人来看。这位文人姑娘的想法，真正甲一般人无同款。这药草拢打起死去啊，毛无药性啊！我看哦，这拢唔通卖人啊！你管遐济是要创啥？头家，打起死去的药草是无法度治病。我想你这卖药草，嘛不是干那要赚钱尔嘛？会当甲别人斗相共，甲破病的人医病，我想比赚钱佫较有价值着。阿妹，我就买啊，讲遐济。头家。真多谢恁嘞！哦，阮爹吃给你买药啊，比家好偌济啊，真感谢嘞！我比我弟呢。哎，这哦，拢歹去啊啦！啊，我换一个卡车给你。啊，多谢多谢，真多谢嘞！哈，多谢多谢。哈，真感谢真感谢。头家，你无卖歹去的药草给别人，安尼你心就会安。自求心安就是平安，关心别人就是咧替家己造福，对唔？你讲安尼真道理呢，公子啊，你爱啥物货尽量拣，我甲你算本钱就好。拄只听你打开破吼，我嘛感觉真有道理，就算无赚钱，我嘛感觉真安慰呢。多谢头家。苗都今年千年不得。千年本地来替各位乡亲变为消灾解的，消灾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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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苗头一年，千年本地来替各位乡亲变为消灾解的，消灾解，消灾解。不是真好哩吗？奇怪，这个苗头一年伫个所在，竟然妖气大涨。后摆一定危害百姓，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看这百姓的心，已经予伊用妖法买收去。即马若是有冲突，一定会伤害到无辜的百姓。敢讲时机未到？你让我回去天庭，你斗斗等。总有一天，天庭拢是我郑和联盟的。红颜旧，孤芳相无听。
啊！杨大仙，什么代志？林公子，你耳仔怎好卖啊？你别话，你别话，请你稍等一下。你个听遐吼一大堆人啦，拢在等你呢，拢要领救济免治药啊！我知影。即马一冬一冬吼，日子愈来愈歹过啦。四季吼，那不是旱灾吼，就是瘟疫啦。看这些人吼，这么痛苦，我心内吼嘛足唔甘的。廖大姐，是讲人嘛平安总是挂无失败，歹运也去，好运真紧就来，对不？有道理。廖大姐，那呢，拜托你替我讲一下，因为我若做好，我会随派人送去。我知影。你讲啦！哎，什么代？无啦，妞妞参详一下啦。看会当赶快用法力无？那无用法力哦，莫讲把迄个小妖女抓起来啊！千里会得要拖汤啊呢？哎，本来就是啊。讲老实的，我嘛得要臭伊人啊啦！无法力，我两个根本都无法度把迄个小妖女甲金乌龙抓起来啊！千里，你我怎好替我捧落来？顺风啊，快给我摇下。太紧了啦！顺啊喂，你听阿公阿公，你唔赶快哦，用笨的，你规家开始来演啦！阿伯，你来啊，来啊！嗯，用水啦！就当山药草，就当治病救人。啊，若是用唔到，就亲像恁两个这款物，冲动、鲁莽、欠思考，是恁即摆上大的缺点。我希望即摆要掠情况了哦，甲小龙女的时阵，恁拢总会改掉。搁再讲，因两个伫遐尼侪天兵天将的手头，拢有法度逃走啊。以恁两个法力，够才条掠着伊。因业天行事，占入人间危害百姓，对因、对人世间、对恁，还阁有对我，这拢是一种宿命，这拢是一种考验。陈律师吼，我定来甲恁提醒，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咱都爱分声救苦、消灾解厄、行医济世、度化人生。公主，这阮拢会晓背啊。对啊。不是干那爱会晓背，爱搁亲身去做，脚踏实地才会晓。搁再讲，你若是用法力，万一无小心去伤害着无辜的百姓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公主，我知影，你知吼？嗯。公主，我嘛完全了解，你意思是讲，若卖用法力，咱就要用智慧。你是无啦，好咧，加载我无。嘿，我虽然懵懵懂哦，不过我搁知影。工作去救迄含冤受屈的红姑娘啊！这其中啊，一定有什么奥妙天机，对无？玉凤算讲是一个真好女人的媳妇，所以嫁出来囝天宝，好心感动啦。伊若卖去用含害受冤屈，虽然冤家散结，也毋过一家伙啊，应该过得真快乐。那你公主，咱该替人伸冤，主持正义对无？这是菩萨好难领悟，好机重来。放心，你生得这水，我来甘用火炭甲你烫，予你较好落来呢。这是要中毒的人，
啉的毒药。你袂记得哦，妞妞是神呢，啊，这种凡间的毒药，唔当有可能甲伤害啦，对不？无问题啦。妞妞，你什么啦？妞，我感觉。药啊，啉落了，毒性无解，电脑窜搁较紧，即马已经窜到内血路里去啊！妈祖启示录，如比是救世的泉源，但是如弟不行代之，有智慧才会当发挥无穷的毅力甲慈悲。来好济众生，想你啊，永远思念。